然后也很凉爽，然后遮阴，完蛋了，我觉得好像要下雨了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托拜托。我还没录完呢，还好我们收完了。下雨了，这是什么天气啊？午后雷阵雨啊，好累啊！为什么收完这样还那么累？下大雨了，太可怕了，可怕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兔兔，我们一样又来夜冲啦。这次是我们的47路，这次来到了桃园复兴的蜻蜓露营区。我觉得路况都是很好开的，然后来到这边也很凉爽。那你看我们今天的今晚布置就是这样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煮我们的夜冲晚餐。风太大了，煮东西超慢的。一直吹着瓦斯炉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让我煮东西很慢。可是我们有防风的瓦斯炉啊。对啊，这是防风的，可是风太大了，好像防不住哦。防不太住。那我们就慢慢等吧。啊。方便，3分钟就可以煮完，而且又加上它附的那个调味包，就可以吃起来就是，好吃。早安，来到了第二天啊，早上虽然停电了2个小时，可是这边的风一直来一直来，很凉爽，加上前面就是大景，风景宜人，很漂亮。这边还有蝴蝶啊、蜻蜓啊，超多的，在这里真的是一大享受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享受我们的美食早餐。早餐完成的好吃哦，掉了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。你现在做到什么啦？
说到蛋姐，我们饭已经做好了，你看。哇，那姐姐的呢？没事啊，我只做到饭。这是可以吃吗？这可能可以啊。我的作品做完了，噔。好酥酥的哦。这个是鲑鱼卵寿司，然后这个是尾鱼生鱼片寿司，然后是玉子烧寿司，好好玩，很好玩。我们现在在蜻蜓露营区的入口处，我们要来营区介绍啦，跟着我走。入口处进来了，右手边就是营本部啦。进来啊，你都可以看得到，它有很可爱的这种造型蜻蜓，它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小造型，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往前走的，我的右手边啊，这边就是营本部啦。走进来，这边可能应该是D区的厕所。它的厕所有包含那个淋浴、厕所小马桶，所以全部都在这里面。然后 D 区是一帐包区，然后它的厕所全部都在里面，然后旁边有副饮水机。这边就是营本部啦，可是它目前没有卖东西，就是他们的住家。那你看它都会有做一些那种小造型啊、照片啊、他们的风景啊，很可爱。这一区就是第一区一帐包区，旁边就有附冷冻冷藏。可能每一区啊都有设置一个小小的小荡秋千，嘿，大人刚刚好。那我们第一区进来往里面还有一区是 C 区三帐包区，因为它的草皮都很漂亮，所以我们要爱护草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 EF 区啦，往下走，往下走。你看沿路上，它都有看到一个蜻蜓造型，然后它其实都不同材质做的，有的用木头啊，这个应该是钢筋做的，很有特色，就是符合它这个蜻蜓营区的蜻蜓造型。那转弯过来呢，这就是 B 区。三帐包区，然后它一样旁边都有附这个护草垫，然后都是集中式的护草垫，然后这里就是三帐包区。 B 区的前方这边呢，它就有附一个冰箱，可是这冰箱就包含那个 A 区啊，这边一起做使用的。这个 A6 就是 A 区六帐， B 区三帐， E 区一帐，这样子一小下去分的很清楚。我们昨天夜冲来了三帐，等一下还会再来两帐，所以今天 A 区的只有五帐。我觉得它五帐空间这样绰绰有余。进来啊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都有很多装饰，我觉得这个都很不错，完美风。我看一下完美风、之类的。我的左手边这边就是停车区，然后右手边呢这边就是六帐。走到底，它是长条式的，一区一区，它下面啊都有用这个黄色的这个来帮你做区分，一区这样子，我觉得够大，旁边停车，中间可以玩，很不错。A 区里面的话，就是树荫会比较多，比较凉爽，然后靠近比较外面的就是景很漂亮，一览无遗。就现在就是我们大的地方，看到美丽的风景，然后还有大石头，旁边有个大石头可以拍，又是完美风。站上来风景又不一样啦。对啊，真的是很好。这样可以吗？流体台上面都有做一个屋檐，你也不怕下雨来洗碗啊。然后它两个水槽，然后屋檐下面都有附灯，你玩再晚也都不怕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还不错，很棒的一个设计，我喜欢。垃圾桶就在旁边，集中式的。A 区旁边有一个走道，它就可以到达另外两区。在旁边呢，它又有一个小朋友的，我坐会不会断掉？它有一个摇摇马，小朋友可以玩。那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走，哦，好大的蜜蜂！沿着楼梯往下走，上面的棚架，哇，它还有一粒一粒的百香果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吃，可以切来吃吃看吗？沿着楼梯往下走，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厕所啦，前面还有一个泡脚区，我来试试看这个水冰不冰。泡脚，我来看一下它的深度，到我的膝盖，
哎，水很冰哎，很可以耶，坐在这里，然后又有屋檐，然后又欣赏着风景，哦，真惬意。这就是露营人生，可以不要走了，在这里泡脚。旁边还有一个小桌椅可以休息，顾小孩休息赏风景，哦，赞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厕所啦，它还蛮贴心的设计，你看它这个比较低，给小小朋友上完厕所洗手的。还有附吹风机，看这是男生蜻蜓，女生穿裙子的蜻蜓。里面呢就是一个坐式蹲式两个洗澡的。洗澡的它还有附小朋友的泡澡盆、衣架，还有附小水盆，这个给你放那个沐浴用品。接下来呢是男生厕所，一样就跟女生的厕所一样，一间坐式，一间蹲式，两间洗澡的。然后它的前面就有那个小便斗，它的路这边呢，因为它还在规划中，下面有小木屋，可是在网路上是看不到的，可能要打电话跟营主预定这样子。这个走下来就会先到达一区一帐包区，对，它的车子就要往上停到停车场，再往下呢就是 F 两帐包区。它目前这个是先关起来，因为它要整修下面。它影响到这一区，这也就是一帐包区旁边有一个楼梯，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我们是什么区？ What? 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A 区啦。往前方就是小木屋，有旁边有柠檬哎，可以拔吗？还没熟。木小颗。不是应该？你打不过两个小妹。真的。
我们现在要来去营区的加值活动射箭体验体验 Go。 那今天要体验的，我们往前，因为老师要先做简单的一些课程的介绍还有讲解。那我们今天会使用到的弓就是这种木头的弓。等一下，我们在射箭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射箭是做一个扩胸的动作。然后等一下讲几个动作要领。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站平行的。再来，第二点，我们的手。射箭这个动作其实它主要是强调你的前面的手要推，因为如果你手不推的话，你拉手很容易就回来。所以等一下第一个动作我们在举弓的时候，我会先要求手要推好，推好之后你再去做拉弓，这样子手就不会丢起来。好 OK， 然后等一下我们在拉的时候，三只手指我们勾第一个指节，这样你放的时候就会很好放，一定要去靠上去。好，放哦，很好，好，来，再一支零分哦，很好，打到鼻子了。你到底了吗？你的手到底吗？哇，不准打到水管了。啊，我打到水管了吗？我不打到水管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红色了。哎，有进步了，有进步了。嘿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在追姐姐的箭了。对啊，突然好想烤肉。哦，对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在户外烤肉。这样有烤肉的感觉啊。对，烤肉。阿姨，我们今天下午有去玩射箭，我觉得很不错玩。那它是营区的加值活动，我觉得它。一开始都会详细解说，跟你讲说这怎么弄拉弓啊什么的，小朋友都听得很认真，然后有正确的姿势都有很清楚的教你，我觉得很棒。然后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射弓的那种感觉，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容易，一射就会出去，结果都没有射中。小插曲就是我们家的弟弟把人家的水管给射破了，他那个柱柱不射去射人家的小水管，也还蛮厉害的呢。外面像太阳，里面还是睡得很香甜哦。嗨，早安。大家早安，很快的又来到了第三天啦、啊、又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早晨啦、啊、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煮我们的意大利面，我们的早餐。
它两段。干干净净，我们现在要来分享我们的营区优缺点啦。我觉得营区最好的位置就是我们搭的这个位置 A1 区，看往前看就是风景一览无遗，超级漂亮，下面就有玩水的，我觉得小朋友在这边你也看得到，旁边呢就是小朋友玩的也很安全，然后离厕所也很近，还有我喜欢它的那个琉璃台，上面有那个屋檐哦，那个旁边那个石头，我昨天有在上面煮东西，觉得很不错。而且它这个真的是网美拍照区耶，很赞。家庭的啊，小朋友的啊，都可是就是要注意一下安全，因为站上去其实还是有一点高度。缺点呢，就是说它这边的蚊子很毒，又大，然后又肥，然后咬下去你都会肿一个大包。可是它不怕蚊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蚊子会不怕蚊香？你们来的时候要记得多涂一点防蚊液。它的优点还有那它的加值活动，可是这都是要事先跟营主预定，因为他们要准备材料啊，有射箭啊，还有风铃，都要事前预备。我觉得这也很适合亲子活动。它在每一区都有旁边啊，都有设置摇摇马啊，荡秋千，就是你走到哪都可以玩到哪，就逛个营区就可以坐小朋友玩一玩，很赞。这个营区虽然小，可是它每个区域它种的树木都很多，然后也不怕晒啊，然后也很凉爽，然后遮阴。完蛋了，我觉得好像要下雨了。除了我们搭的这一区树比较少，因为它要配着风景嘛，所以它这一区树比较少，可是它风景真的很漂亮，真的是一个绝佳位置，又可以完美拍照风。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我们要还给营主一个干净的环境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托拜托。午后雷阵雨了，好累啊！我怎么说完这样的还这么累？下大雨了，太可怕了！可怕了，哦。